你教人的御水术还能控血啊？听洛洛说，你想看雪，所以我就……你不是说岸上没有什么能让你看得上眼的东西吗？岸上其实好东西很多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有很多可以让人留恋的东西。 你说的对，岸上也很美。这雪，你喜欢吗？不喜欢啊。大尾巴鱼，其实我对付林浩卿还有私欲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你不用这样报答我。我不是为了报答，只是为了你。 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愿意和你一起留在岸上。倘若我不像你想的这般好呢？万一我不值得你的信任呢？鲛人只听这里的声音。 他说你值得，你就值得。大尾巴鱼，其实有件事情你一直没有给我答案。纯善如你，怎么会伤了顺德仙姬，还打伤了仙师府的弟子呢？这个很重要吗？重要。我救了他。救了谁？ 你刚刚说的，顺德仙姬。那日海面风浪如山，他掉进了海里，我救他上来，送回了岸上。然后呢？他说他想找一个能护主的仙师，想带我回去。我没答应，他就命人抓我。所以你就打伤了仙师府的弟子。可是即便是在岸上。 离海那么近，你转身就可以跳回到大海里去。鲛人一旦入海，便会力量倍增，谁又能绑得住你呢？他师父，你们的仙师。长记性了吗？以后还乱不乱救人了？你怎么就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在胡乱救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 善恶本就是一念，被恩忘义是恶，那见死不救又是什么呢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料尽世事，也不是任何的事情都可以用利弊得失来衡量。所以，若有下次，我还是一样，向心而行，无非后果自担嘛。就这样。嗯，就这样。 那如果有一日后悔呢？有一日因此而难过一生吗？后悔的话，难免会难过；但如果因为怕后悔而负了眼前，岂不是更难过？谢谢你，大尾巴鱼，你让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。 长夜，你的纯善，是这世间最珍贵难得的美好与希望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守住的。三月，鱼汤来了。今天耗了半天的神，喝点补补。好喝吗？
睡吧。你一直这样盯着我看，我如何入睡啊？等你睡着了，我再走。像你这样的冰美人，害羞起来还真是可爱。你要再胡说，我可要把你赶出去了。三月，季云和是在试探我，洛景桑不信我，你为何如此笃信我会成功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既决心跟你走，便无所顾虑。成了，我们一起出去。输了，哪怕葬身于此，我也毫无怨言。是不喜欢花的，他为何要走？是我做错了，还是他在担心什么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黎叔和雪三月答应带着我们走了，我们都可以离开了。你不生我的气了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你看见雪就走了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？傻瓜，我怎么会因为这个生你的气？你给我下雪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只是我怕我配不上你的雪。你在担心其他的事情啊？长夜，这段时间你真的受了很多的苦，很快你就可以自由了。那离开以后，我们还是恋人，不会分开。季护法，